我们给他准备了点惊喜。哦，哇，谢谢谢谢。换下衣服，一会儿咱们去练。没事，就先拍一下，记录一下。哇，什么心情？这太隆重了吧，这也。我们搜狐娱乐，我的同事是明星送你的，对，给你准备的六一金。谢谢搜狐娱乐，我的同事是明星。Hello， 是第一次来我们搜狐吗？对，这是我第一次来扫楼。对，而且还是六一儿童节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虎场送你的礼物。谢谢。我真的胖了。好，对，我们就走了。来，把照一张。华森已经到了。真到了吗？对。就你们俩就是出来之后有见过面吗？还是？我们经常见。啊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前两天才去他的新家。啊，去他。这是安排的。看看这里。嘿，不知道啊。没有，我比你早到两小时。哦，坐吧坐吧坐吧。小时候玩有一个网页吧。什么摩尔庄园吗？对啊。你注册了是吗？我已经开始了。哇，我现在都七级了。扫楼互动有两个游戏，一个是抓娃娃，一个是掰手腕，然后就给下一组留一个挑战就好。掰手腕好游戏。直接能赢得了你，直接坐下来认输，认输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你看你们跳的都来舞蹈的。来，怎么办？别我，你们十年老弟。我小时候的。就是可以，可以，然后翻就可以。我们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这样子，我怎么着？这个画面值得记录一下。干完就干了。对，小汉姆。儿童节礼物，各种公仔，其实我很喜欢看那种爱很大只的公仔。儿童节我以前每年都过的。现在也是个孩子。现在也过，现在也过。你们扫楼的礼物是你们，你爸的不干胶。也拉不开，老师也一个没拔开呢。你看我都那么惊讶，昨天我就把那个自己的头贴那个，哎，咋回事儿呢？昨天可是装了三小时，我昨天。哇，感动了，感动！这怎么办？都不舍得吃了。都不舍得拆开。一边装一边贴，一边装一边贴。你都说出来，我听到了。
有赢到吗？有赢到吗？拿最白的粉底液来。